我的，你是不是想吹香烟了？现在，你过个钱我叫你吹香烟。谢谢了，只能吃一个哈啊！就这十块钱，叫你买个香蕉，便宜你了。咋回事？咋回事？这你还叫你给他钱，你就叫他吃个香蕉是不？这话，你是不是也想吃香蕉了？是不是？咋回事？不行。咋回事？不是，咋回事？咱喝着喝着就把钱给走了。这一大会儿我十块钱没有了，还赔个香蕉。害嘛害嘛，我这是想问问他，给你钱都要吃香蕉了，这给你要过来，他把香蕉也拿走了。我的钱呢？谁的？我的香蕉嘞？你闻，给我吃一个。我的钱呢？我的钱没有啊？没有了是吧？我把那香蕉都拿走。给。我拿走也给不吧，你不给我我走了哈。我上班去了啊。你上哪去了？你我上出去打工去，因为啥你知道？因为啥吧？我没钱了。那我走了，我出去打工去。你来呀来把家看好哈。我就出去打工去了啊。圆圆给我把衣裳拾到拾到。给那我走了哈，来来过来那、啊、过来那，给爸不能要啊！没衣服藏起来。啊！你这家伙哪来？你哪来？圆圆，救命啊！啊！哟！哟！你那抢他妈一个了，还要这个？把那给他嘞。给，哇，走吧，哎呀，要恁妹夫叫你给恁毛啊，恁毛啊，哎呦。